设预算，买十份礼物，看看是哪些幸运的宝子会得到呢？出25万了，谢谢你们喜欢。杂物店我又来啦，新款美少女幻想贴纸，挺美美的，分享给你们。太贴心了，喜欢做手账的宝子很多，每款来一点点。祝你们做手账天天开心，呼宝清空手账本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混色荧光笔，每样来一点点，分享给喜欢画画的你。喜欢画画的举手。篮子快装满了，哪有漂亮的收纳盒？兔兔可爱，和我一样喜欢收纳的点小心心。数数有10个吗？加一个够了吗？小学生的快乐。有帮手。妈妈说预算不重要，姐妹的心意更重要。回家去准备礼盒，开始装箱。每份礼物都有这些。一姐手写的感谢卡。你是从哪条视频开始喜欢我们的？书桌大改造还是姐妹 PK？ 你们的留言都会认真看，每颗小心心都是动力，一起向百万努力吧。